可惜和平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，封印的力量一天一天的衰退，黑魔法师的野心再次染指风之谷世界，可恶的黑色翅膀也在这时成立了，他们到处掠夺封印石，并企图阻止英雄团的苏醒，可怕的黑暗天堂正伺机而动着，来自世界各地的灾情也传入了耶雷佛。我的女皇西格诺斯展现了她的魄力与决断，在事态变得无法挽回之前，我们需要的是团结。我们向冒险家们发出了邀请，我们向不怎么愿意配合的末日反抗军发出了结盟，我们向所有愿意对抗黑暗的人共进退，我们组成的风之谷联盟会用尽一切的力量对抗这股黑暗势力。